各位老师、朋友，早安！欢迎收看《真投资》，我是分析师郑文真。今天是二月一号，星期三。那我先给各位一个大方向，今天的台股会很好，哦，整体的盘面，不论说大盘的涨势，还是中小型股的表现，今天都会非常的好。为什么会说今天会非常的好？等一下会带大家看，因为其实，在昨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昨天加权指数是下跌了两百多点，但是新台币是大幅度的升值，而且是爆量哦哦。昨天新台币的成交量爆到了六千呃六百三十多亿，那爆这么大的量，新台币昨天是大幅度的升值，但是台股却是大跌，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昨天它只是在消化跳空开高的卖压，那这么大量新台币进来，它会留在今天、明天、后天。 开始去进场，所以其实这个逻辑你会知道說，说在今天的行情绝对不会到太差。那你去看哦，昨天台股是跌了两百多点，但是我们给大家的个股，像是红宝、橘子、中心店这些，通通都大涨，尤其是红宝。红宝我们在封关之前公开送给大家，昨天直接一根涨停板，而且是锁死，锁死到尾盘。 这就是我在强调的、啊，便宜的好股票，它不论大盘怎么走，它都会涨。好，个股等一下再来讲，先看指数。以指数来讲，昨天虽然说跌破了年线，啊，蓝色这条是年线，虽然说跌破年线，但是其实它就是在消化年线上下的卖压，因为毕竟说年线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关卡，所以反复震荡算是合理。预计最快今天。 那最慢在本周，指数就会收复回年线，所以只要说指数收复回年线，就像我们讲的，年线上下会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因为只要指数站上，正式站上年线，很多个股的本益比都会跟着被拉高，就是说什么情况都不变，它的空间自然会变大，所以这个时间点，大盘我们就不去过度分析了，哦，大盘去过度分析没意义，反正就是稍微震荡它就会站上年线。 那整体格局来讲，今年的大盘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哦。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包含说今年的台股钱很多哦，美元跟美债的弱势让台股钱就是注定要非常的多。那再来就是现在大家在担心的所有利空，经济啦、总金、通膨、营收，所有的利空在去年第四季都反映过。基于这两个理由，今年台股应该说上半年。 哦，上半年几乎没有什么看空的理由。好，所以大盘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讲。那你去看哦，我们看，呃，我们直接看这个位置。我带大家看说，为什么说在这个位置行情会很好？<coughs> 这是加权指数，加权指数在昨天是下跌了两百多点嘛，两百二十八点。但是你去看哦，昨天的新台币，昨天的新台币是大幅的升值，哎，这一根。 因为台币往下跌就代表升值嘛，昨天是大幅度的升值，但是台股却是大跌，这是一个很极端的讯号、哦。因为说，合理来讲，台币大幅度的升值，钱应该是要汇回到台股，所以台股应该是要大涨，但是台股却没有涨，就代表说，昨天新台币的这些资金，它是先 parking 到台湾，它先 parking 到台湾，但是还没有放进股市。 只要一个好的买点，这么大量的钱，它开始进去股市，整个行情会非常的可观。哦，所以其实就从这个现象来看，你会知道今天、明天、后天行情绝对不会到太差。新台币大幅升值，台股却是大跌，什么逻辑？是不是？就代表说这些钱，它在这几天一定会陆续进台股。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先记得加入我的 Light，因为这个时间的行情。 真的，我们白话讲就是送分题，真的是送分题哦。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它应该应该涨到哪里，它的合理价到哪里，这个时间点都会陆续补涨上去而尤其是就像我们在年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在今年第一季，很多的股票都会涨，但是只有无库存要而且够便宜，它才会大涨 <coughs>。你去看昨天，昨天整体的盘势其实。 上涨的股票很多，但是清一色的共同点都在于，它没有库存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说没库存，它才会成为真正的大标股？等一下再来讲。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 light，记得先加入这个 light。你加入这个 light，昨天的红宝还有很多个股，你绝对都赚得到。直接打开相机。 哦，直接打开手机，打开相机，用相机扫描这个 QR code，可以直接加入。来，你去看，如果你有加入我们的 Light，在封关之前，我有把这张表放在我的 Light 里面哦，在我的 l i light 社群里面，第一档就是五二五八的红包。昨天一根涨停板，是不是？这個、就是送给大家开工的大红包啊！我们是公开讲的哦。 公开发布在我们 l i t 的社群平台，所以只要你有加入我们的 l i g h t 昨天红宝这一根这么扎实的涨停板，这就是送你的开工大红包。所以看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 l i g h t 绝对是有价值的啊！不论说台积电、大立光，或是说红宝，每一档你都可以赚得到。哦，所以底下还有四档股票，这里。 这里还有四张股票，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入去看哦。五二五八的红宝以及昨天涨停板了，就不要去追哦。也是恭喜所有的观众朋友，通通都赚到。那也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发布在我赖社群里面的股票，如果说涨上去就不要再追了哦，因为说它最好的买点就已经过了。所以其实你去看哦，昨天很多的股票，包含说 <coughs> 车用的。 车用的红宝、玉龙，我们在去年大赚了五十趴的玉龙，二二零一的玉龙。那还有包含像是检测相关，三五八七的弘康、宜特跟泛泉。那还有像是绿能相关，中芯电，我们在年前也讲过嘛，中芯电、大雅华城、尚尾投控这些，昨天都是整个盘面特别强的股票。那这些股票的共同特色就在于说，它没有库存。 而且位阶又低，所以就符合我们在年初所讲的嘛。在第一季很多的股票都会涨，但是只有说真正便宜而且无库存，它才会成为真正的大标股。为什么会说只有无库存它才会成为真正的大标股？因为说一张股票它的延续性要够强，它的营收要先开得出来，因为说营收开出来，它全年的获利才会被上修。 全年获利被上修，它的它的合理价格才会跟着被上调。那你去想哦，如果说有库存的股票，它其实营收是开不出来的，就是它顶多就是跌升后的反弹，但是它没办法开出实质的营收。那实质的营收出不来，就代表它的延续性不会到太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只买进最便宜的好股票，五二五八的红宝。 昨天大盘下跌了两百多点，哦，昨天大盘下跌了两百多点哦。五二五八的红宝是逆势直接一根涨停板，这就是我所讲的嘛，涨势的延续性。你去看五二五八红宝，它是做 POS 机，就是算 IPC 工业电脑。那再来，充电桩的支付系统，这是趋势产业，也没有库存的问题，重点在这里。 五二五八的红宝，二零二三年预估要赚九到十块钱，要赚九到十块钱，股价不到七十元，怎么可能不会涨？哦，当时我们在买进的时候，股价不到七十元，七十以下买，随便都是赚啊！这里买，往上拉一根涨停板，昨天最高七十八点六，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IPC 在今年没有库存的压力。 那你会知道说，因为说，红宝它是做充电桩的支付系统，一些 POS 机。好，那充电桩的支付系统，它就算是一个趋势嘛。因为说，电动车如果说在今年要提高市占率，它就需要所谓的充电桩。那有充电桩，它就要有充电桩的支付系统，不然怎么付钱？所以只要说充电桩的市占率提高，那充电桩它的支付系统也会跟着往上拉。 所以包含昨天的联宇、红宝，它就在做这块系统，所以趋势没问题，又搭配上数字够强，数字漂亮，股价便宜，怎么可能不会涨？是不是？所以昨天的红宝，今年要赚八到九呃，九到十块钱，今年要赚九到十块钱，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七十以下的价位，你可以下去做大买，很轻松，就是赚到一根涨停板。你去看哦。 这就像我们讲的，假设说你不知道红宝今年要赚多少，七十元上下的股价是便宜还是贵，我怎么会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今年要赚九到十块钱，七十以下的价位，我确定它就是便宜的股价，这个位置就一路大买上去，昨天一根涨停板，通通都是赚钱。这就是做股票、啊，所以这就像我们讲的嘛。 其实只要说了解了产业加数字，每一档股票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你就会非常的清楚。那当你知道说每一档股票它现在是便宜还是贵，赚钱怎么还会有问题？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红宝七十元以下，这确定就是便宜的价位。那既然是便宜的价位，我们的动作就只有一个，就是买进，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年前才会送给大家五二五八的红宝嘛，所以很轻松。 就是赚到了一根涨停板，掌握产业加数字赚钱就是这么轻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因为只有说透过产业加数字，我们才能够买进真正便宜的好股票，那它的空间也才会够大。好，那还有像是三零二七的盛达也是，三零二七的盛达这也是啊，这也是年前布局，盛达它是做储能系统。 那除能系统它是跟新能源比较相关，新能源比较相关，它的本益比可以比较高。全年预估三元，不到四十元，确定这一定是便宜的价位。昨天大涨了五趴，我们在封关前买，好，那在开红盘日一月三十号大涨了七趴，最高来到三十九点四五。昨天。 继续涨半，跟涨停板，最高来到四十二点一，很轻松，又是十到十五趴的获利。三零二七的圣达，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除能系统，确定这是趋势产业没有问题。重点在这里，今年要赚三块钱，跟绿能相关的产业今年赚三块钱，本一笔十倍出头，绝对是便宜的价位。 所以，当你知道说圣达今年要赚三块钱，股价在四十元以下，我很确定这就是便宜的价位。既然你知道四十以下，这是一个便宜的价位，当然就是去买进，很轻松就是赚十到十五趴，是不是？所以其实很多投资人会去把做股票复杂化了，觉得说要去看一大堆的技术分析，可能说 K D 啦、M A C D 均线，所有都要看，其实不需要。其实说。 只要了解到一间公司它的建议售价跟合理价格，买卖股票赚钱就是这么轻松。你看我们在买卖股票真的不难哦。我就是告诉你说，它的产业情况怎么样，它今年的预估获利怎么样，就这两个重点讲完，我们就是十趴、二十趴、三十趴，这样一直在赚。所以，三零二七的圣达，你去看三零二七的圣达。 开红盘子不久，十到十五趴。红宝昨天一根很漂亮的涨停板。这两档的共同点是什么？都在于它是便宜而且无库存，它的涨势跟延续性就会特别强。其实说这个逻辑很简单啦。为什么说在第一季，那我们一定要去挑选说无库存而且要够便宜的股票，它的延续性和涨势才会够强，它才会有增标股。因为说这个逻辑是这样。 在本一笔不变的情况下，好，本一笔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说一档股票它的合理的价格，或者说法人的目标价要被上修，它的营收就要先开出来。就是、说假设啦，我们假设圣达好了，假设圣达说今年赚三元，那如果说一月份的营收开出来，一月份的营收开出来大幅度的优于预期，那这个全年的获利它就会被上调，可能说从三元调到三点五元。 那如果说全年预估获利上调，股价的空间自然也会跟着被上修，那它自然会成为一档真正延续性强的标股。但是有库存的标的，因为说它还有库存要消化，所以实质的营收开不出来，它就没办法成为说大涨个三十趴、五十趴的大标股，懂了吧？所以在今天我们一样会针对这类型无库存而且便宜、真正最强的好股票。 下去进行布局，买进全新的黑马股。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先进段广告。所以其实，在今年整体的行情，就像我们年初所讲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所以是不是我们在年初一直告诉大家，不论说你去年操作怎么样？ 二零二三年绝对可以帮你把在去年没赚到的、少赚的，或是说亏损的，我们就是连本带利的把它赚回来。因为在二零二三年，至少说上半年啦，上半年真的是没有什么看空的理由。有什么好看空的？你说经济通膨、总经营收这些，去年第四季都反映过了。那今年的钱又这么多，外资一直在一直在贿赂，一直在贿赂。 那又加上美元跟美债对于台股不会有压力，基于这两个理由，台股今年不可能弱到哪里去。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整个盘是真的是送分题，就是非常非常好赚哦。尤其是一个重点哦，呃，今天预计预计最快今天台股就会收复年线，大概是这个位置，这里，因为说它会在年线上下震荡，那预计最快今天。 最快今天就会直接在收复回年线，大约是一万五千三百点，大约是一万五千四百点之上。我觉得收复最快今天，那最慢也是本周就会开始站上去。那站上去之后，很多股票它的空间会跟着被拉得非常的大，所以这几天会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机会。那你去想哦，为什么会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去挑的就是便宜而且无库存的标的？ 因为加权指数只要站上年线，这就是市场普遍定义的多头行情。好，那如果说在多头行情里面，你去挑一些有库存但是营收开不太出来、跌升反弹的股票，赚个五到十趴，你去想，在一个多头行情里面，我们要赚的是三十到五十趴，你去赚个五到十趴，能看吗？是不是？所以其实就是说。 指数很快会很快会站回年线，站回年线之上，这就是市场定义的多头。既然是多头，我们的目标就不是什么五到十趴，而是三十到五十趴。那既然要中个三十到五十趴，我们要挑的就是营收要真的开得出来的标的，是不是？所以记得先加入我的 Light，这里我会在呃，我会告诉你说。 在本周、下周会有哪些全新的标股？重点是我告诉大家的都是真正便宜、延续性强的好股票。直接打开相机，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可以直接加入。你去看，如果你有加入我们的 Light，在年初呃，在封关前，五二五八的红宝你一定买得到。买到红宝，昨天随便卖都是一根涨停板以上哦。所以记得先去做加入。那如果说， 想要利用说，在今年把去年没赚的啦、少赚的,的、亏损的全部补回来，连本带利的赚回来，你就打开相机，打开相机直接扫描我们现在右下角的 Q R Code，直接扫描你就丢个贴图给我，或是直接私讯我，会去帮你做完整的资金规划。哦，不论说去年操作怎么样不重要，我们就是把握今年把它讨回来。所以在这个时间。 台股真的是送分题啦，那既然说指数很快就会站回年线，我们要挑的当然就是最强、有机会涨个三五十趴的股票。所以盛达这就很标准，无库存而且便宜，算是储能啦。那除能系统全年三元，全年三元一路往上拉，很轻松十到十五趴。那包含我们在年初所讲的橘子。 便宜无库存，开红盘日大涨七趴，昨天继续创高八十一元，有没有？这个延续性就够强，很轻松，随便就是二十到三十趴左右。那你去看哦，六一八0的橘子，我这样举例好了。为什么要说营收要开得出来，它才会强？就是假设说六一八0的橘子今年赚八到九块，今年赚八到九块，好，那假设八到九块，我们举例啦。 八到九块，那给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价格，可能说八十到九十元。那当它到了八十到九十元，只要说营收开出来又优于预期，这个八到九元它就会再被上修。就是说，只要这一间公司它今年是持续在成长，每个月的营收开出来优于预期，全年的获利就会跟着被上调。那全年的获利被上调，就代表说在本一比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合理价格也会跟着被上修，那这是不是就会成为真正的标股？所以你去看哦，很多的股票都是说营收开出来又涨一段，营收开出来又再涨一段，这就是真正的成长股。但是如果说有库存的标的，因为说它还是要去消化库存，所以它营收开不出来，营收开不出来，顶多顶多就是跌升后的反弹，这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点带大家所买进的标的，通通都是真正的成长股，都是有机会涨个三五十的增标股。所以月年，你会把你的橘子一路往上涨。还有像是一五一三的中心店也是，一五一三的中心店，是不是？无便宜无库存，年初先涨一段，昨天继续涨，涨到了八十一点六。 这就是今年这个储能大趋势，今年赚六到七，这个价位绝对是合理。八一七一的天宇也是，我们从年初，它从年初一路涨到了风光过后，昨天一样是创高五十八点九，今年赚四到五，这个价位绝对是合理，延续性够强。所以你会发现，我告诉大家的股票。 都不是所谓的单日行情，也不是说涨个三五趴就不会动，而是它的延续性要够强。从年初，呃，从封关前涨到封关后，这就是我们坚持的吧？为什么会坚持说一定要买进真正便宜的好股票？因为只有便宜的好股票，空间才会够大。只有空间够大，我们在多头行情里面才能够赚到三五十趴的获利啊，是不是？ 因为说指数站上年线，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什么三五趴，而是三十到五十趴，甚至是要去找一档能够翻倍的股票。这也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才能够带你买进真正便宜的好股票。今天我们会进场全新的标的，记得先加入我的 Light，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其实说这个时间点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啦，就是说怕你买不完而已，绝对。 不怕你赚不到，你去看哦。包括像是这一档华星光，华星光其实它也算它的目前的位阶也是非常的低。那还有像是四九七七的重达，它也是跟华星光一样位阶低。还有像是三五八七的弘康，也是我们在年初所讲的嘛，检测无库存便宜，昨天也是创高。所以这个时间点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 大家可以去注意，只要说指数站上年线，很多股票就算说产业不好，充满了利空，它还是会涨，这就是一个市场的氛围。所以把握指数在年线上下震荡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布局新股票。所以我们在今天跟本周一样，会针对这类型真正便宜的好股票下去进场做布局，买进全新的黑马股。欢迎利用盘中时间直接打电话进来。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